上一小姨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小可爱，你怎么在这？抱着你的人是谁啊？我放学了，我在等妈妈接我回家。这个叔叔说妈妈没有时间，他来送我回家。这位帅哥，太辛苦你了，把孩子给我吧，我送他回家。谁知道你是不是他真小姨？我外甥女都叫我了，难道还有假？只是我在想你是谁啊。我是他邻居。那他妈妈叫什么？年纪多大了？家住哪里？我记得根据我国第240条刑法规定，拐卖儿童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。啊，我只是验证一下，孩子给你。帅哥，为了感谢你，我请你吃顿饭吧。不用了。你好，我要报案。阿姨，谢谢你们。不用谢，傻孩子，刚才你怎么不喊救命了？如果我喊了，他会掐我的。那幸好我们看出来了。阿姨，刚才没有把你头发扯疼吧？没事，还是你的人身安全最重要。对了，你有妈妈的电话号码吗？我来给她打电话，让她来接你。我书包里有。啊，你怎么有这么多手机？这手机是我。你以为这是一个马桶吗？ No，其实呢，它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储物凳。你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上下床吗？其实呢，它是可以折叠起来变成一张客厅大沙发，家里来客人再也不用睡地板了。你以为这只是一个花架吗？其实呢，它是可以展开变成一个8人的大餐桌。你以为这是一只美人鱼吗？其实呢，它是一个多角度调节躺椅，颜值相当的帅气。你以为这些只是普通置物架吗？其实呢，它们都是一秒折叠，直接展开就可以使用，而且颜值也是相当的高哦。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沙发吗？其实呢，它展开之后就是一个单人床，居家必备，小情侣小仙女们的最爱哦。你以为的小桌子，其实呢，它是可以4档高低调节的哦。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圆桌吗？其实呢，它隐藏了4个凳子，休闲办公不错的选择哦。你以为的沙发，其实呢，它展开之后就是一张双人床。你以为的梯子，其实呢，它可以折叠起来变成一张凳子。你以为的书柜，其实呢，它是可以把桌面折叠隐藏起来。你以为的电表箱，其实呢，它是一个隐藏地挂换鞋凳。你以为的鞋柜是可以一秒折叠的。你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五彩凳吗？其实呢，它里面隐藏了4个凳子，超级节省空间哦。你以为这是一个壁挂置物架吗？其实呢，它放下来就会变成一个大餐桌。你以为的圆桌，其实它是可以折叠使用的。